国际间最近也大放异彩了。这是今年参加第37届的日内瓦发明展，成果相当的丰硕。35件的参展作品当中，获得了21金9银4铜的好成绩，这个获奖率是100%，历年来最佳。得到好成绩，光荣归国。台湾发明家抱着奖牌，满脸笑意。今年第37届日内瓦发明展，台湾有多项产品广受评审青睐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两项金牌发明：市话及蓝牙耳机结合装置，以及车载多功能携带式蓝牙耳机。一般我们车载的话，就是只有扩音功能，并没有无线耳机。那我们就是把无线耳机跟基座结合，一样具备有吸磁的功能，让它能够扩音，也可以用耳机接听，保有隐私。还有这个节能省电的 LED 灯泡，制作便利以及省碳的功能，更获选为评审最爱。今年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，台湾发明家勇夺了21面金牌、9银、4铜以及3项特别奖，获奖率是全球之冠。今年的比赛已经破了台湾的以前所有的记录，这一次得了21个金牌，这是空前，希望它不是绝后。台湾在国际间大放异彩，每一项发明和创意都让全球惊艳，也为台湾未来的科技产业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。中央黄祖华桃园采访报道。